星岛中文电台，时刻有你，一路有我，分秒精彩。早晨啊 ，Cindy， 早晨啊，听众们。早晨啊，星期一嘅早上咧，咁啊，当然要讲下啦，即系东京奥运闭幕啦。嗯，完咗啦，咁快就。系啊，咁啊，闭幕咧就唔少嘅国家诶，同埋运动员都取得突破啦。系啊，咁譬如好似系香港咁，哇，简直系即系非常之好成绩。一金两银三铜啊！系啊，系啊，非常好成绩啊！咁啊，咁啊，呢个时间咧要播翻呢一只歌咧，因为咁呢份咩歌咧叫做《奥运场上论英雄》。咦，边个唱噶？嗱，呢只歌咧就要讲翻啦，咁啊，编曲啊同埋曲词啦，我哋都好熟噶啦，就有和歌邓志和同埋邓志新啦。上次父亲节都有只歌噶噃。仲有我哋咧维和部队嗰只歌咧有。啊，咁啊主唱嘅男歌手咧就叫钟伟强啊，中国好声音香港方面嘅即系选手啦。跟住咧女歌手我哋又熟啦，浪花乐队啊，我哋呢边嘅 Alice 啊。咁然后咧仲有咧咁好多人合唱噶嘛。澳洲方面咧就系有个叫梁慧妍啦。咁啊另外咧而加拿大多伦多嗰边咧亦都系。我哋嘅友台 A1 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啊，咁啊，全世界都有人唱喎，系啊，咁样先至叫够环球啊嘛。嗯，我哋一齐听一下。咁呢只咧叫做《奥运场上论英雄》啊。剑尖论英雄，全球。